我发现你真的是有点意思啊，有点像龙翔白虎说的那样，突然想到用这种办法来买鸡，还不都是跟你学的？嗯，没什么，来，喝，来。看在你买鸡有功的份上，你这个小兄弟我就认了。哎，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？嗯，你那把假的赤灵剑就扔了吧，你作为西玄弟子背个假剑，那不是招摇撞骗、有辱门风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背的是假的？那能不是假的吗？真的那把早就给了，给，哎呀，算了，别想这些了。你看看今日良辰美景的，我们就别想其他的事情和人了吧。不醉不休。干杯。